S.H.E 不知不覺已經出到第十張專輯，唱片公司為了答謝 fans 的支持，特登同他哋在淡水的漁人碼頭舉行了一個慶功演唱會。點知之前突然落起滂沱大雨，不過 fans 照樣等，直至天公都被 fans 的熱情感動，一開 show 天氣都不知幾好，等 S.H.E 的演唱會可以順利舉行。快要跟谁对不起，快要受多少委屈，奇怪只要见到你就好快乐，忍住哭忍住笑忍不住爱，心里有一条河口水泛滥，爱情把所有的原则都打败，砰砰砰砰砰，忍住哭忍住笑忍不住爱，我的心会不会跳得太快，爱到来不及想一年不应该，下午的时候雨下得超大，大到我们一度以为演唱会可能要取消了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很紧张，然后后来还好就真的雨停了，然后地板也都干了，就是舞台上面也变得就是很可以很好的表演。对，天气状况是非常的不可思议，真的是感谢老天爷，因为我们有拜拜有祈祷。对，然后我们演唱会一结束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，对啊，就觉得我们的时间真的抓得刚刚好。 S.H.E 三位好姊妹并肩作战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终于成为台湾第一女子天团，他们还是网络票选台湾形象最好的艺人，而最新专辑在全亚洲又大卖650,000张，他们经历了这么多，在演唱会这些感人的时刻眼泪当然缺堤了。尤其是喊包 Selena， 在他们三个表演六首联弹钢琴的时候， Selena 简直一发不可收拾。就是你了，对啊，就只有他会哭。你们刚才车上不是说你们也都快要哭吗？我们有忍住啊，不想感动，很想哭，可是我没有到哭的痛哭流涕的地步。您痛哭流涕，哭到鼻涕喷出来。我在弹钢琴的时候，我就哭到这样，然后这里一大滴耶，然后就整个那个东西，就是鼻水，整个就是流满脸眼泪跟鼻水这样。为什么每一次人哭了、啊？有什么感动？其实，而且我那时候在录 VCR 的时候，我就是也是。就忍不住就很想哭啊，可是没有，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爱哭的人，然后我们三个人这件事情绝对是我每讲必哭的点，所以然后在弹钢琴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不可思议，对，很不可思议，我们可以有这个缘分站在一个台上，然后办演唱会之外还可以这样六手连弹，就是我觉得这辈子能够有这么多这么美好的回忆，这么美好的记忆，让我觉得就是很幸福。洁净的蓝天，清澈的水面，我斟一瓢海天仙，温柔的双眼，看着吉他的弦，我诉说了你，用律师语言唱出一首无涯歌。五月的天，人生的夏天，我们之间很认真的爱，紧握。S.H.E 有 fans 强力支持，除了是他们歌唱得好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坦率可爱的性格，其中 Ella 就是最坦白的一个了，他还自爆在这个演唱会上台下有一个特别的来宾，看来非门男友吴尊有危机啊。姐姐跟她朋友有来，然后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朋友有来，然后我很谢谢她到场帮我加油这样，因为我有看到她。大家都很想知道是谁啊，就是我、啊、哪一边吗？没有，他现在没有，他不在这边了，他已经回去了。反正就是一个特别的好朋友这样子。但是不可以讲给大家认识谁。现在就是很正常的往来，然后很高兴可以认识这个朋友。你在尖叫，一身寂寞，穿黑色雪袍。走看看，陪我在情感，爱情有你的就像爱。
S.H.E 无论唱快歌定系慢歌 ，fans 都如痴如醉。呢晚演唱会演出相当成功，而心情兴奋嘅 S.H.E 亦都冇唔记得香港嘅歌迷噶。但是新专辑的话，也希望有这个机会啊。对，我们再过不久会去香港做宣传，那希望到时候我们有活动啊，希望香港歌迷都可以到场来支持。也希望到时候去也可以办一个 mini concert， 对，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唱乐，对啊。自从明目。